边就年货大街在那里的。那决定一下，一人要买一个东西，好不好？先看看，先看看，没关系，先看看。蜜汁鱿鱼片，甜甜的。蜜汁鱿鱼片。对呀、啊，来吃一下蜜汁鱿鱼片，不错吃哦。怎么卖啊？这个450一斤。多少钱？非常好吃的杏仁露，进来小休息之后接着再逛。你喜欢吃绿豆露吗？它这个绿豆露我觉得还蛮好吃的，它透明，然后再加上绿豆杏仁露、花生汤圆、绿豆露，我觉得绿豆露很好吃哎。好吃吗？这里韩国的摊位最多，那海城隍庙就是可以拜姻缘，这边求桃花。当初我是在这边求感情顺利，现在也是两个孩子的妈。才买一个人才买50块，有喜有悲啊！喜欢我们今天在迪化街的采年货吗？如果喜欢的话，帮我们按赞、分享、订阅我的频道，新年快乐，拜拜。